everybody we're the Leyi kids Junior journalist and today we are at Torrens for a very special class called 家家 We're very excited and this class we will learn a lot about Chinese characters. Let's go take a look. 谢谢你,第一是, why do you think this method of teaching is good for teaching Chinese? 嗯，因为每一个小朋友，呃，天生都对画画都会特别感兴趣，而绘画是全世界孩子们的通用语言。那中国汉字在五千年以前，其实就是从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的，所以汉字起源于象形文字，而思维模式和我们孩子的思维模式是一致的，所以我们加菲画字呢，理念就是让汉字看得见。 摸得着，感受得到，在玩儿游戏当中去再现我们汉字的含义。Do you consider yourself a teacher or artist? Why?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。呃，我曾经是一个画家，曾经是一个雕塑家，但是我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，所以我更是一个，呃。 传播中国汉字文化的一个教育工作者，因为我希望通过教育的方式，用艺术的表现形式，能够让全世界的孩子们都能够学习到最美丽的中文，最美丽的汉字。What g i v e you the inspiration to start this program？这个问题问的就更好了，因为我。 在我的生命当中呢，十五年以来，有很多很多像你们这样大的孩子，他们都是四岁到十二岁的小朋友。我每天和他们在一起，教他们画画。在教他们画画的时候，我发现他们对中国的象形文字非常非常感兴趣。Is there a Chinese character that's most significant to you? Why? 嗯，mm. 我特别喜欢，呃，中国汉字当中的“家”。 家庭的“家”这个汉字，因为家庭是我们每一个人、我们每一天、我们的爸爸妈妈、我们的兄弟姐妹都在家里，所以我自己最喜欢的也是家庭的“家”这个字。那来到洛杉矶呢，也是也让我想我的家了。<laughs> so what brings you here to Los Angeles to do this demo class? 嗯，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。我要特别能有这样的一个机缘来到美丽的洛杉矶，我要特别的感谢，就是一位我的贵人，就是我们美中文化协会的董军老师。因为是董军老师收到我的邮件以后，呃，亲自飞到了昆明，然后邀请我来到洛杉矶。同时呢，这一次洛杉矶能够顺利的能够和你们一起来互动，也要特别感谢。 在中国有一些企业家，他们呢跟我出了路费，<laughs> 然后出了整个这次洛杉矶的全部的费用，所以我才有机会和你们一起来交流，所以我也很感谢他们，谢谢。<laughs>